你知道吗？哪一边的道路可以开快车？惠氏 S26 研究发现，营养是关键，神经鞘磷脂帮助加速学习网络化，让宝宝学习力从乡间小路升级成高速公路。惠氏 S26 学习营养科技，加入神经鞘磷脂，开通学习快速道路。